OK， 这个是 T4 的大灯光源，好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光剑手电筒的泛光。泛光，哦 ，T4 光剑直接盖掉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来就是 T4 的光源，然后我们直接是集中光束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差不多10公尺左右吧，10公尺、20公尺左右。非常远，然后一直到对面的大楼。那目前还在团购当中，有兴趣的可以参考看看。然后大放光，吃螺丝的大得斗了，那 T4 都能直接照亮。大泛光，然后这是我垂下手臂的一个光源，很大，非常的亮，至少5公尺、10公尺之内是绝对没问题的啦。然后来我们的光剑手电筒，光剑，拿着一支有如光剑般的手电筒，还不心动吗？夜游必备。我们还在团购当中，有兴趣的就直接私讯。